this year. Yes. 没有蛋没有牛奶的，对。谢谢，好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啊，有杨姨的杯，没有我的杯，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一起跟我庆祝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我希望这次28号我们能拿到什么奖都有，对，什么奖都有，每一个都可以拿奖回去，对，好不好？ 谢谢，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我是愿望就是大家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，谢谢，我要谢谢我的粉丝们，这么细心啊，对，来我帮你拿着花，我自己都忘了，我九月份他们，等你来啊，九月份的，你也来掌声鼓励一下，祝每位朋友，谢谢，拿出分给大家一起吃啊。 好，我们这时候再，再次呼吁一下大家，这个支持我们接下来进行的颁奖典礼，9月28号的杨怡。9月28号，有米雪姐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比较喜欢的偶像来，大家一定要出力的投我们的票，不容错过。<笑>米雪姐，我也是一样。 都是我们的同事，都是我们喜爱的演员，所以你们也要投票。但是虽然是哪一个拿奖都没关系，对，都要投我跟杨怡。对，哇！两个合照，杨怡姐已经在这地方背后过来，我们跟我们的飞机一起合照，全全看一走。